们一起做数学作业，开始吧。什么题目啊？老师有教过吗？我也没有印象啊。小红有两袋乒乓球，分别装有17和9个球，借给同学两个，还剩多少个？乒乓球有什么好借的？同学自己没有钱买吗？哇，算不出来，烦死了。我可以问问 Siri。嗨 ，Siri。只要我把所有的球都画下来，再一个个数，肯定能算对。哎，找到了，就是这个，老师说过的，可以用拆分法来计算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一、二、三、17，差3就够20。那就把9拆成3和6。17加9减2等于24。哇，真聪明，这不就知道答案了吗？小米，妞妞起码是靠自己努力了，而你呢？这样投机取巧，到最后什么都学不会呀、啊。